我家园是一个超级热爱玩手游的白痴，我平均每一天至少可以玩上7749、8864个小时以上，无论吃东西还是大便，甚至是冲凉，我都不会浪费任何一段空余的时间来打怪升级。哼，我沉迷手游的程度绝对可以超乎你们的想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我的 brother 们一起出来喝茶聚会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唉，我失恋了。啊？怎么样突然的？是哦，发生什么事哦？普通吵架冷战一下吧，是吗？那一天，我们原本想要好好逛一个街，哪里知道？我的朋友开始诉说他分手的原因，大家都在替他伤心难过，并给予他安慰。而我，当然也不例外的沉迷在手游之中，完全不清楚状况。喂，喂，今天要做啊？等我喂喂。哎，你们怎么？什么事？哇！哎，你们怎么？走开呀！你去玩你的 game 啦！我跟你讲，在你的心里啦 ，game 比朋友重要哦。我真的觉得你很离谱哦，真的太令我失望了。就这样，大家都觉得我过于沉迷手游，而忽略了他们，对我感到很失望。如果我没那么沉迷手游的话，也许就不会闹得那么僵了。打 game 然后没有理我，难道你 delete 了这 ID game？ 哦， delete 是 delete 了啦，过后我下载一款新的游戏。这样为什么你没有玩？哦，因为这款游戏是可以挂机也能升级的游戏。哦，不用讲了，我知道，他叫青云杰，对不对？你懂了？哎呦，不懂就 out 了。打金也能谈恋爱，终结单身不是问题。不是你讲，是我讲。打金也能谈恋爱，终结单身不是问题。青云爵是一款可以终结宅男宅女的游戏，带给你真挂机、全释放体验。哦吼！青云爵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感觉就像中彩票一样。自从我下载了这款游戏，每一次的聚会我都可以离线挂机。哼，看到吗？有说有笑啊。喂。反常啊！你今天玩 game 没有玩了咯，我换 game 了。这款青云杰，就算我退出游戏也可以狂升几百级。还有啊，它可以离线挂机跟自动战斗完全不一样。有没有哦？开心啊！还有啊，挂机两小时就可以有50亿的经验值，还可以轻松 drop 200 level， 听清楚是200 level， 升级400块。有没有这样劲哦？啊，不然有没有这样得空在那边给你们吹水咩？青云爵，青云爵，青云爵。
望你什么？心事重重这样？我没有事。讲啊，什么事？我没有事。哎，阿旺呢？喂，好玩嘞，这个 game。哇，死啦！我老。阿旺。经营爵是一款真正推出游戏也可以离线挂机的外挂游戏，带给你真挂机全释放体验。